我要把小推一点，我研究一下，我想一想，先 A 中间那个兵吧，先把这个兵 A 的，看他们会不会掉这个金蝉兵。哎，可惜没掉，不聊天，没 Q 到，那没事的。坏了，又漏兵了。哎，完了，兄弟们好像有点当稿子了。他死了，他也死了。脚闪捏死了，捏死了。对啊，脚斗闪现肯定是死了，不脚闪他估计也是死了。泰坦这波泰坦这样走完没道理，太轻松了。我下路能推完线再来吗？哎我操，他妈推的有点多的。蓝还在，兄弟吃蓝吧，蓝还在吃蓝的。我要回了，他妈车又掉了。感觉我这个漏车的坏习惯是真的，不是谁炮车不容易漏啊，我要多看看那直播，我他妈炮车好容易漏啊。水这个炮车容易漏吗？他应该不容易漏吧。我他妈车又漏了，晚上好，杨林宝晚上好。反正感觉自己挺夸张的，这个炮车漏的有点夸张。哎，不好，大姑倒了。我说我卖个破蛋。我说我给他吃钩怎么样？算了，吃吧吃吧，给九筒哥吧。九筒哥又没吃到，我想让给九筒哥的，感觉九筒哥有点难受。他那个余震打出来，其实伤害有点判断错了，我可以再 A 一下的，再 A 一下的话应该还好。对，那个余震触发的其实挺肉的，刚刚可能有点想闪上去了。哎，别！这个兵线不好呀，兵线线太多了。跟班可不太好找。哎，真吃啊，哥，你别这么客气啊，你太客气了。我擦，辅助他妈四个头了。你来下路，说实话，你愿意来帮我，一般我都会让头的。对你，这野爹来下路一趟也不容易，那野爹不拿点什么走，我挺不好意思的。太客气了，这么想让头啊？啊，我不让了，下次我真吃了。我下次我真吃，我有点，我想让他。哎，我的，我下次真不让，我多吃点，我吃我 C。但我不吃我也能死呀，很尴尬呀，这样子玩很尴尬的。没有呀。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太阳很亮，很恶心。
哇，你这真的就死帮下路，这么变态吗？有点变态，他这样子帮我，说实话感觉有点变态，对面有点吃不消了。那也是好抓啊，太好抓了，不一来就抓一次，一来就死一次，有点好抓，怎么这么说。与人闲聊从来不是我要做的事。怎么说，这波瑞文可惜大招空的，有点可惜啊，空了比你大招交出来了，酒桶好像会死。 OK， 好的，弄海平这下伤害，哎呦他妈看得入迷了，我操，还在吃，纯在吃，吃懵了。我操，800块钱的辅助，你敢？辅助吃了这么多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，不过这件事很是很。他 A 的那瞬间 DQ 就好了。别啊哥，漫天飞雨，都别怕呀。对啊，不用怕的，他有点怕呀，他六了怎么了？六了我也有大招呀。好了，又不是我，又不是没大招，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不行，那下 A 不了，那下 A 了要出问题。我不想拿，我想回。那么。我要给多少钱呢？主要刚刚佛爷哥在上露了个头，你知道吗？佛爷哥露头了。是艾欧尼亚的干涉，招来得刷一会儿，他这个刷也刷的有点少。野爹是要刷一会儿，野爹挺难受的。灯笼点没捡到，可惜还被盯了第二次。帅，哎呦，可惜。其实锤石游走感觉，我觉得没那么好吧，毕竟我优势很大，这样的话我就要缩一下。哦，泰坦漏了，那可以，那我走。如果这波泰坦没去上路的话，那就不太好。他去上路的话，无所谓。尼克估计也会去上路。现在还没看到尼克的位置。我走这边，尼克漏了，哦哟，好炸啊！
这酒，你看酒桶大招炸出，卧槽，好炸，好帅的桶子。打赢了呀，这波肯定打赢了。我说炫两个路腾，猛炫，吃我去，狂吃狂吃，打杀 ，A 他一下，走了，再推完下一波先回家，回一波家。不可能，来不了，没道理，没道理的，去不了，来中，跟着我吧，怎么可能去上了？上一塔都没了，我去上干嘛？但我非要不可。今天的比赛赢了呀，看下一个 BO3 吧，12月3号的 BO3， 那个 BO3 赢的就八强了，八强开始就打 BO5 的，说实话我不是很好这样上去站，这上去站不是很好，就慢慢来吧，现在就刷把线吃了然后往两边靠就好了，这样打比较对，就你去压塔的话很容易给机会，怎么说脑瓜崩怎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啊，脑瓜崩 OK 还可以，满天飞雨，完了兄弟们，我他妈吃技能了，真别吧，我觉得算了，我冲不了，反正你们要冲自己冲，我反正冲不了，我感觉在这里会给机会的，打灭打灭兄弟们，点到为止，泰坦交闪了吧，泰坦闪现上来盯我的，泰坦交闪了，鳄鱼好像也是闪上来的，我看鳄鱼还闪，OK， 感觉可以冲，不怕他，他没进化的勾到就你还进化胶了，很肥呀，我真的不行，只要打前排就好，这把是属于只要打前排就赢了，我上因为我现在处理前排的速度很快很快，我再抢对了，可惜为了必须完成的目标，我生来就是为了惹人大毛病，感觉
自然狂野难驯，而且早已失衡。他不只要不吃钩问，只要哎，说实话，只要不被妮蔻开啊，就没什么问题。被妮蔻开的话，就有点问题了。被妮蔻开可能会被秒杀。我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一片狼藉。好像是我喂过的。哎，妮蔻在这，救援救援救援，我们上单死了。溢得出来吗？溢不出来。走了不通。他主要他这样一直死的话，他很难受，他那个发育抑制不了。再点一个，点完再点一个。哎，不行，这个位置刚刚可以卡泰坦，我现在不行，被照到了，那就不能卡他位置。其实，嗯，想要怎么打会好。就是让我们上单，不行，上单那个上那个线没了，上路一塔没了。这现在只能让上单自己玩，我们左一可以靠，上单是只能自己玩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自然会轻易的倒向后。小心一口，再跳。需要耐心和时间。哎，破败王不在那位置。看到了。弄瞎敌人的方式可不止一种。可以做大龙，应该他们是想等进化冲我一波，把我冲死。我下一波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的。我下一波被冲死就很难。我现在被冲死，我们这边没伤害的。你现在伤害都在我身上。真动啊！历史全是胜利者写就，该到我们写下自己的片段。奈斯单杀。很久以前，魔法随处可见，就像瓦斯卡亚人说的 ，Om Tutsa。我留到2000血时拉大龙就好了。
下午补一轮是，我还有个蓝眼的，可以点个蓝眼。艾欧尼亚曾经很美好，那是远在人类还没能有炮子吗？没炮子，前会差一点。刷他一组吧，刷他一组野，刷一下，刷一下。小心小兵，我只能说，我要小心一下小兵的，时刻观察小兵，好吧。漫天飞雨，还有啥的？对，还有还是有啥的。OK， 这哥们不掉闪，那就不管他。哎，他没出暴击，他运气有点好。搞得我第一时间没把他杀了，按理说我以为第一下他就该死了，就我感觉我那下闪现兵就该死，他没死。这就是伤害呀，全是伤害。这灵活的胖子开始拉扯鱼了，对，这哥们狂拉扯，一拉一扯，奇迹行者，绝手都拉。哎，他妈，我他妈怎么在这里转？绝手都拉扯出来了。哎，别一并抄啊，心有数，心放度啊，一并抄啊，这把不是没用的东西，这把杀疯了，现在真杀疯了，纯在杀。我能不能走这里啊？漫天飞雨，快了，他妈变成我了，兄弟们！哎，好定，瑞文立功了，瑞文，完了，刚一进超，的这个空感觉有点不该吃啊，这个空吃的有点没道理。我靠，维哥的。我胆子大，不能吹逼，他妈刚吹逼就死了，只能说不能装备刚装备就死，哎，我的不该死的，感觉死的没道理。死亡
强又美好，我真应该谢谢你打破了。哎，很肉还在拉扯，好哥不敢马上到，他好像没什么事了，我留不住啊，算了算了，不留他，就消耗他吧，泰坦往这走的刚好。把酒桶玩得也很好了，酒桶很厉害，酒桶魔法终于又解放了。我这不有进化，有闪现，有复活甲，总不会死得那么简单的吧？对啊，我这波什么技能都在，这没道理有死这么简单。这你们狂什么？哎，狂！他妈一窝脸是吧？你小子，这都已经不是后中期了，中期你鳄鱼一窝脸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大后期我这个装备你一窝脸，打死你！复活甲怕什么？有复活甲都不带怕的，双招加复活甲，匹配四杀加二十，五杀就加100了，四杀加二十呢？